欢迎小刀送的缤纷飞机啊！谢谢小刀。抽奖还有两分钟，大旗抽一百，大家可以参与一下。怎么换线了呢？换了个盖伦。那我这把就不对你们手下留情了，这一把。退线。卡萨丁打上单，可以。两级咱们把这个盖伦杀了吧，虽然说这一把我们没有带护甲。对面换线了，对面可以的，谢谢小刀啊。A A 交闪不杀，江湖规矩。中路没有闪现了，看这一波有没有机会杀他。他升两级了，升两级就没什么机会了。伤害够了，先推一下。这个护甲魔抗在于，这个带护甲魔抗的在于区别在于哪里呢？怂的时候，当你打不过对面的时候，你带护甲魔抗是有影响的。当你打得过对面的时候呢，你带啥都一样，带血量其实都可以。长剑来两个，盖伦已经没有闪了。就这把我们打盖伦、打卡萨丁都好打，相对来说卡萨丁会更好打一点，因为卡萨丁它是很脆的。这盖伦有点肉，这盖伦。不太好杀他。抽奖还有三十秒，大旗抽一百块钱，大家可以大旗走一波。推了，还好。咱们去帮一下这个卡萨丁，跟队友说翻墙。Q 接平 ，接 W，A 一下，削一下护甲。我就瞅瞅你要补这个炮车啊！推一下，好，回家了，优势还可以。卡萨丁零杠一，卡萨丁死了，我们就可以去帮一下队友了。买个提亚马特，漂亮。从不妥协。这盖伦带的啥？这盖伦不知道他出的啥，他出的好像是魔法抗性。这把他们应该是强行换线的，但那很可惜。这个英雄虽然说，从英雄的角度来说，盖伦其实很好打男刀，但是呢，我们利用咱们的细节对线细节把他单吃了，他现在开始打不过咱们了，先推一下，六级，这个时候去抓一波上，不知道这个上路有没有闪，应该是没有闪的，过去看一眼，有闪吗？没闪，死了，很猥琐。猥琐要杀他，来了，翻墙 ，W，QA， 回家一下，溜了，回家买一个，差点钱了，帮他推一波线吧，有点差钱。回家了，漂亮，刚好。吃了一点点，其实我们这一波不是为了吃兵，帮助这个队友把兵线推进塔，让卡萨丁推，这个损失这个塔钱就行。他们活不长，刚刚好。可以，是一个狠人。下楼咱们就暂时不去了，中 miss 了，推一下。再去帮一波上路吧，这把就帮这个上路。
下路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去抓，来跟队友稍微说一下。虽然说咱们现在没有大，其实我们现在杀他不需要大，只需要打出被动就可以。走，被动打出来他就是必死，再去拿一组 F 6拿一下。 中 miss 了，再推一波线，继续帮一波上路，这把我们就奔着上路走就行，对吧？等他到六级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必要去上路了。六级之前呢，还是可以疯狂去上路抓他的拿头，再来一波，180点蓝，蓝的话应该是够了，吃口屎，回点状态，来了。 他塔下又有一波兵，他又要死，可以，他已经死了。W Q R A， 走，再回中路，还行。虽然说他没有跟我对线，但是我可以找他呀，我可以利用我的E技能机动性可以去找他，对吧？推了，好，回家了。 他这几波连续死的话就很伤了，巨石短臂，长剑走。中路的话，现在可以咱们其实可以杀一波中路了。卡萨丁现在六级了，我们就没必要去杀他了，应该快六了。六级之后卡萨丁还是很难杀的，毕竟他有个大，对吧？推一下。 盖伦他拿我没办法，他限制不了我，因为他前期也被我单杀了。他前期被我单杀两波，他就没有推线权了，对吧？他只能被迫怂，他只能怂。跟队友说一下，再去帮一下上路。这附近没有眼，说明上路男枪在，可以。有机会。A Q A 点蓝 ，A 一下 W 一下，来再去抓他一下，翻墙。 Q 截屏，截皮亚马特，再截屏 ，W，A 一下，思路很清晰。这波线咱就不吃了吧，算了，帮他带一下，有点强迫症。回家了，嗯，回家买个战锤，出一个。哎呀，少侠好操作啊，经典 DF 20。 一点办法没有，战锤来一个。他交了个闪现加点燃，我靠，吐了。刚才还在沉默的，不沉默，其实我可以第一时间交闪现跑。换线了吗？六级了，他六级之后也好差的。嗯。不要妨碍我。 还好，这把游走效率还是很高的。嗯，推了。感谢曹静文送的一个魔法皇冠，他如果用二的话，我就杀他；他不用的话，我就偷袭，阴一下。差点 CD， 没办法。 翻墙，杀不了，推一下，然后我只有消失在他的视野里面，他就会放大，好吧？然后他就死了 ，W Q R A， 所以说你先躲起来，等他交了大之后呢，你再出来。他的大的话，前期有三四秒的，这三四秒之内呢，你肯定可以接近他。 一套连招就可以杀他了，吃个塔皮。他们现在又换回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没什么意义啊。推了，推了，推了，推了。
亏了。虽然说我这个血量看起来不是很健康，实际上对于对面中路来说还是很健康的。偷个自家的野怪走，35秒大。差点蓝 buff， 其实这一波其实我不需要回家，咱们去吃个果子回点蓝，然后再找一波机会杀他。他肯定以为我干嘛呢？他肯定以为我回家了，对吧？我这状态不是很好吗？他肯定以为我回家了，实际上我并没有，我只是在阴他而已。他这一波只要用大的话他就死了，因为他没有闪现的。我配上我的三速鞋，时间已经够了，阴他吧，不急的，等他出来。他不出来我这一波击推线就行，我推线可以越塔。W 一下，我现在可以越塔强杀他了，但是有点危险，毕竟他带的是点蓝。我不知道对面打野在哪里，等打野露头了咱们再上嘛，得亏没上，上了就死了。来，漂亮，可惜了，打野死了。本来这一波想闪现接个 Q 的，但算了。确实，刚才确实有一瞬间有想法想闪现拿个头的，想了想还算了，再吃一层塔皮吧，吃一下，推了，推了，推了，溜了，拿一组对面的红 buff。其实我觉得我可以阴他一下，因为男枪会过来打红，所以说我这一波呢先不要翻墙，这个墙是拿来逃跑的，先把跳弹 A 了。然后呢再进草阴他一下，缺一不可，这一波细节缺一不可。他过来 AQA 一个点蓝提亚马特应该可以死，对吧，阴一下。他去打蓝 buff 去了，因为男枪是比他先死的，而卡萨丁先出来说明一点，男枪是在下半野区。对，没错。谢谢口味王小妹送的两个飞机啊！谢谢口味王小妹，谢谢。推了，先拿一波一塔吧，溜了。蓝 buff 没有吗？没有蓝 buff 吗？回家一下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诱人的血量。回家了，咱们点蓝可以触发电刑呢。翻墙走了，走。他再追的话就过分了，再追的话我要给他借借网瘾，回家一下，回家买个木刃幽梦，然后呢睁眼走，给盖伦借借网瘾吧。可惜了，别怕，这个吸血鬼怎么打不过盖伦呢？不应该呀，讲道理。弹，这里有眼，幽梦开起来，走直线，两点之间，线段最短。交闪了没办法，交闪不杀，江湖规矩。溜了，放个针眼。卡萨丁，你居然敢补刀，阴你一下。卡萨丁没有闪现，他死了。只要他敢用二，
它就是一具尸体，它会用 E2 清线在 WQRA 吃它。先把石头人刷了，推了，再去上路。操，这人没闪呢，不用慌他，再回家一下。875买一阵，这下路都没怎么抓呀，得抓一下下路啊，讲道理，这下路都没抓过，因为每一路都可以抓，太多太多路可以抓了，下路也可以。走，看到男枪没有？他也看到我了，我也看到他了。来，卡萨丁看到没有？帮一下。杀谁都一样，能杀就行。我这一波大只能杀一个。糟了，我中路下路有点裂开了。下路好像打不过，没办法，回中路推线。等我把夜刃做了再去抓下路吧。没做夜刃抓下路有点危险，不一定抓得了。扑克 F6， 可以，推塔，塔推了，推了，推了，推了。飞了，然后阴一下，塔下也可以杀卡萨丁。3 2 1，男枪来了，那男枪倒霉了。 WQA 再阴一下，哎，来了，哎，这人有意思啊，这个小伙子有意思啊，这小伙子，啊，这个小姐姐意识可以啊，还懂得扫描，带个套呢，拉一组蓝 buff， 好。不用去杀他，杀不掉，没大。嗯，这里没有眼，卡萨丁没有中亚杀戮，可以杀他一波。卡萨丁要追他了，好，机会来了。算了，本来想杀他的，兄弟们，有点，这个人有点膨胀，这个人。但想了想，还算了，回家一下。嗯，吸血鬼上头了呀！啊，漂亮！哎呀，太惨了呀，卡萨丁没有输出呀。讲道理，太鸡儿惨了，偷个鸡吧。好，机会来了，这里有眼的，我这里是有视野的，他们看到我了，他们应该回家了，他们应该不敢守塔了，飞了，飞塔，飞塔。贵妃，哈哈，同样的位置，熟悉的配方。你叫闪现有伤害，我们闪现也有输出的呀，是不是？飞了，
咱们去上路抓一波，等级还可以吧？等级溜了，他翻，把这个线给他带一下，五，飞了。等级还可以，21分钟217刀，对面只有90个刀，对面补刀不是很多，亏了。机会，我这里没有眼呢，我这里是没有视野的。哇！卡他！漂亮！还差一刀 ，Q！ 他没到 ，Q！ 漂亮！回家一下，差呀差300块呀，300块黑色切割者，先推一波。拿一组 F6， 有人说主播这是什么局？这是黑铁局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职业选手，想学技术的话看职业选手。主播打的是黑铁局，太低了，兄弟们看不上的啊，看不上的。回家来一个。黑切，走。三郎哪一个？青羽可以买。咱们先去拿个蓝 buff。翻墙，翻墙。臭啥呢你臭，还有你这个王八羔子 QA 大招一甩，对了，还要给我来个大宝剑啊，治疗给慢了哥，稍微快一点，这个大宝剑一点办法没有。我们还有个抽奖是吧？哎呀，今天咱们还有个抽奖没有给大家抽一下，抽他一下。还有一个抽奖，还有个飞机任务，还办卡任务，抽个奖吧，抽个100块钱吧，好吧，3分钟开奖吧，大气抽100，3分钟开奖，大家可以碰碰运气。青羽来一个，这个盖伦出什么样的装备才可以一套给他秒了呢？这个盖伦这个英雄，他 W 被动是加 AD 的，加那个护甲的，表面上没有出肉，实际上他很肉的，就跟那个石头人的 W 是一个道理，被动加护甲魔抗的。小姐姐给我逮到了吧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跪跪，紧张了。他这一波为什么会往这边闪？他以为我会翻墙，这人脑袋太清晰了，真的，一套又一套的，但是很可惜，推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 ，Q 接平一些 W 刮，没刮到，可惜，勾到漂亮 QV。漂亮，南墙有点惨啊，南墙躺着也中墙，哎，他应该叫躺枪，不叫南墙，应该叫躺枪，叫啥？
他直接给我交点蓝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人有点猥琐。这人除了会大宝剑，还会干点啥的？飞了 ，W， 大隐身。漂亮，应该是一波了。一分钟过后开奖呢，大旗抽100。哎，今天状态不是很好，今天我就提前10分钟下播了，兄弟们。好吧，今天状态有点差，我去调整调整，好吧。